家长们，大家上午好。今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，在这里隆重的集会，为即将离校的2018届毕业生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。今天是个值得庆贺的日子，它意味着同学们大学生活的结束，昭示着新的人生历程的开始。此时此刻，在对你们表示祝贺的同时，我最想表达的是诚挚的谢意。结束，请同学们有序。